出希望，勇敢地走，不惧风雨，永不分离，不再害怕，因为你在我左右。我们牵起手，勇敢向前走，翻山越岭，跨海行舟。感谢有你，家人朋友，家的方向，一起触摸梦的彩虹。我们的名字是团在原牛。国家六级那职称，六级，我还领工资不领了，最低四级。嗨，我还说数大点还显得，没有，数越小越好，一级最高。哎，您别，不是，行，到我们家了，明白了。哎，到你家，我们家怎么四点四方？喝，怎么了？喝，你别喝，带天罚了。这个什么呀？啊，怎么着？你媳妇四点四方啊？你媳妇四点四方？你媳妇六棱子的。那不好报，是，因为你是圆的，是您别打岔。永远是在后面，但是我在想说，哎，曹老师他也是演员，他的人偶合一，就知道布袋戏的动作跟人的动作是连贯在一起的。像我们今天的这场演出，也是把剧场的模式呈现出来，让观众知道布袋戏原来可以这样的演出。1991年，那个时候九龙共识之前，然后看到他表演的之后印象深刻，再次去看他的时候是4年前被授予担任他的代言人的身份，一直到现在我就专心画书。你来了吧你。